哎，兄弟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个干的呀。我着急，我找人找了几天了。咱当时不是说好了，这个干给你事了了，你这就找拐了都。事了了，你这个铺盖几天了才？群里边一个钓友给发的信息说，这里边呀出大板鲫和大鲤鱼，看到没？全是荷花，鲫鱼和鲤鱼的天堂。这个公园里头呢，车开不进来，我呢只能简装过来钓一下这个鲫鱼。哎，选个位置啊，这个船上能不能上去钓这个荷花池里头？哇，不安全啊，咱别上了，这是你公园里边这个设施，别踩坏了，一会儿罚我。往那边走走，这块不错，一看就是老钓位，还被修整过，关键地上全是饵钓，老钓位就搁这儿了。咦，垃圾太多了啊，先收拾一下，这公园里头了。哎呀，随便捡捡，一看都是钓鲫鱼的，全是鲫鱼饵钓。今天有抱护连杆的感觉，来开饵。这个地方呢应该不错啊，老钓位不用打窝，直接开钓了。对，这个深度可以啊，一米左右正好。哎，别钓了，哎，钓了好一天了。哎，大点小哥，我干了上回弄那个，是干的大了。为了找你找了多长时间？我在进那个群，群的副位置，我再看看你。不是这个干的没问题啊，没什么问题，拼夕夕溜就保佑吧。干的好用啊，我也是。哎，行，有事说事，咱别动手行不？有事说事啊，这干的这没问题啊，这不你捡着了，这不当然给你，你说没问题啊？没问题嘞，我这个拍个劲四五遍，你这个一个干69块钱，还保佑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那到了吧？那到处你这闹怪了到了？到处的。要不给我600块钱，要不把这杆给我赔好几。我也没有讹你，这是命论于林峰的，你看赔个价多少钱？上回我也问了呀，这晚上这不是这个找不着这个赔价，到时候赔我直接给你赔了，不是？多少赔价？既赔命论的，或者赔那个于林峰的，正好搁这赔价一样的。你问借钱？你找着唐鸟了？找着了。多少？我要6遍，上回给你要4遍不多吧？确实不多，6遍，那不可能吧？600块钱早买了杆子了都？不可能。我跟豆豆问嘞，还可能不？哎，兄弟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个干的呀。我着急，我找人找了几天了。咱当时不是说好了，这个干给你事了了，你这就找拐了都。事了了，你这个铺盖几天了才？你这样吧，叫我问，这是事第几节了？上回3节。3节。你这样，叫我豆豆问问，还能给你找着月劲不？找着月劲了，给你赔上行不？去吧，快点。行。哎，别生气啊！别生气，我给你照。当时不生气，找人照了几天。别拍了，我这会儿。你别拍了，就先别拍了。不拍。那我收集。行，兄弟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到家给你。别着急，你又让我火了。啊，第二天火气从早上给我到天黑，钓就没听我事。别着急，都是我被你火动了。呀，那杆子也能用，又不是不能用。我能用个手。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，你听着点啊，咱把那个干的事给你解决了。哎，哎哥，啊，还记得咱上回踩蛇那个干的小伙子不？啊，胖子。嗯，小胖，你找着我了，今天我在钓鱼，你过来了，你找着我了，你说您的干的。配件挺贵的，我给您的杆子，您说太便宜，你给我扔过来了，你不要，你想法让我给您配原节的。他说这个明元轩是这什么明轮玉林峰前身什么什么配件挺贵的，是那东西不？我后来我查了查，好像有这么回事。有这么回事啊？嗯。您现在您让配原厂的，这咋弄啊？您的杆给我扔过来，您不要。配不成啊。配不成？厂家不干了。嗯，这家您要600块钱呀，上回要400，这回您回一打听，
不行，您能配着节，但是贵，必须配什么来着？玉林风，配玉林风那个明伦的玉林风。嗯，你得配那个节，600，你能找着这个厂家不？我是找不着了，你不行就给他600吧。哎呀，只要要那单子，你就给他600。你想想法找找不行啊？我问了，我这个是打听了回来，还真没有了。没有啊。啊。行，好嘞，哥，那就这样吧。嗯。行，你这盖的也稳了，差不多。你别差不多，快点吧你。但是600确实贵啊。贵着我，要不你给我赔。上回说给你150你不行，这不给你200行不？多少？200。不是这点事儿，你给他赔个劲儿不一样啊？不要钱，你给我赔劲儿吧。600块钱没有跟你细说，这不凑合凑了，这上面实在是的。那等会儿啊，你也知道，这我身上没来的零钱，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拿块钱给你吧，行不？然后给媳妇打个电话啊。妈，找你找的真不容易。行，打个电话。媳妇上了班了也不接电话呀。小哥，你别着急，行吧？今儿事肯定给你处理了啊！你上回不是说了吗？看看这个杆子了啊，这个前传里，这个杆子不能给你，但是呢，我买了1800多嘞，我压到你这儿，等我过两天有钱了，过来把这杆子赎走，行不行？这个杆子我前两天砍那个石品了，啊，掉个筛进去杆就是了，我咬你这杆子洞，我压到这儿，压到这儿，我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的啊？压到这儿。行，你不信任这个吧，行不？金泉金龙里，我又不掉八米一，八米一的杆子，金泉金龙里，我又不掉巨物给我这个走的，这个不行啊，那咋弄啊？那就杆你选吧，那没法了，你选一个吧，这两杆你都不要，你选一个吧，那就这个吧，这个不行，这个霸王汉、你让我选，你给我说这个不行了哟。不是这个霸王汉这杆子呀，便宜才400块钱，还没你个配节贵嘞。你咋相中他来了？这杆子这又不贵。我上回看看那视频呢，几个掉3-4斤鱼都没事。这杆子我在网上买，我也排队排了1-2个月才到手了。你看你，咋能相中这个杆子了？这多好杆子！你让我挑，你赔了那个劲儿又难赎回，我又不是贪你这个。再说你这个杆子不见有那个劲儿贵，对不对？确实不贵啊，我这杆子400块钱啊，才。你赔劲儿600了，你闹这个杆子。你这去那屋子下来，屋子就为了玩儿。你来到这儿了，我也是为了玩儿。你钓鱼不杆了，没别的杆子了？有啊，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将你平白走了，你走了有这个杆劲儿往这儿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吧？这个事你得处理完，你说你稍微不一样，然后那个不能是的，我总能让你走嘞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杆拿走吧，拿走了，过两天我再来赎行吗？行，走不行，就是我找着原厂赔劲了，我拿过来，你再把这杆换给我。哎，行，这个没问题，是不？行吧，有事好说。我今天问哪儿了？这个东西我也不存在问你，是不是？今儿一过来吓我一跳，拽着我起来。不是，主要就是处理事儿了吧，对不对？行，那你拿走吧，拿走吧。行，小哥，我把这杆给他了啊，拿走吧，弄就下班了呗。等这个杆子配上原件了啊，配上原件了啊，我过来赎你杆子行不？行，等你给我配好原件了，以后乖了，以后咱俩是不？行，一对话就下妥了，中不中？行，弄这定了，那拿走吧，没法了。嗯，你玩吧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。别，到时候再找后掌啊！你放心吧，好了、啊，是不？既然是我能找着配了原件，我绝对不给你找。我能找着原件，我就赎这杆子。我要找不着这杆子，给你了，你别找别找后掌了。这个行，行不？是不？咱这次说好了啊，你是始柱，你帮忙，我知道你是始柱，咱说好。他把杆拿走，你把杆拿走。始柱，只干兄弟。等会儿先看这杆什么事。这杆子肯定没问题。不赖，我在网上看过这个杆子不赖。行。那就这吧，你找人找人太不容易了，可是真让我一波火了。嗯，行，马走马走啊。哎呀，我操！行，咱也收吧，别掉了。
小伙子呀，没压过，前传力都不要，金泉金灵玉也不要，非得选我那个霸王汉六米三。说实话，那个杆子啊，我确实不想给他。当时买的时候是断货了有两个礼拜，才到我手里边。哎，综合杆、野钓、黑坑都能用。现在呢，六米三杆子的我也断了，回去再整一根吧。说吧，不钓了，烦心。